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。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今日医官可向我抱怨，说寻不得你踪影，无法医治。今日怎么得闲，杳无医虚啊。获得神明人所施的7日同命咒，如今还剩最后1日。我若能探出他手中印记，便是铁证。昔年您常在这里飞至杯盏，试探我的心法如何。若是在杯盏落下前10招能胜你的话，便能获得赏赐。那么今日应愿想与帝尊比一比。哦，帝君为何今日如此好兴致啊？只不过你先体受损，仙力尚未恢复，改日吧。帝尊拒绝，难道是怕了？您曾说过，惧者必败。帝君无何惧之有啊，只不过是怕伤了你。记得你年幼时候吾曾单手与你过招，那今日就重温一下儿时之梦。吾单手与你过招，请。帝君，吾就说了嘛，怕伤着你。多谢帝尊手下留情，应愿无碍。你仙体方愈，今日就点到为止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吾该回宫了。此番错过，7日同命咒终究无用了。帝尊向来不喜我义气，自己也不善艺术，为何如今的随手一扳，却能完满复盘？